Hello， 我是大叔，今天要介绍一位从英雄联盟 S9 Impact 开始到现在 S3 大师的台服玩家。他以前专精亚速，但一直上不去，后来玩了很多法师角，慢慢往上爬了，发现血鬼最契合自己，就开始专精。他 S13 单双第一赛季使用血鬼73场 60% 胜率，不仁义。使用的符文征服者凯旋成韧性被水一战光辟风卓越，攻速是性血量，传说技能鬼步闪现间谍法主 Q-1 冲出去，黑暗月袭加回复药水，星河驰骋 CD 鞋，凯克斯火箭腰带，死帽法栓棒，暗影之眼，且选择一律 CD 鞋。关键小对线要稳稳发育，不要想着前期单杀，要随时注意地图情况，评估自己资源能不能拿到优势，不能就不跟。团队意识，团队时不要一鼓作气的冲到对方冷却里，多利用吸血的特性前后拉扯消耗对方。最后他有时候玩游戏会开台，有兴趣的链接放在留言或说明栏。接下来我们马上换上台服大师血鬼不仁义的精彩操作。